枸杞看中国，中国枸杞看宁夏，宁夏枸杞甲天下。提到枸杞，你肯定会想到宁夏枸杞，但你知道它为什么能从这么多枸杞中脱颖而出，变得这么能打吗？好枸杞也是种出来的，宁夏是枸杞原产地，有600余年的栽培历史。之所以名甲天下，成为枸杞中的王者，与宁夏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不无关系。贺兰山、六盘山是雄踞宁夏南北的两座大山，一座用宽厚的臂膀挡住了来自西北的寒流和沙漠，为枸杞安然的生长遮风避雨；另一座则发源出含有大量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清水河，与斜泥裹沙的黄河交汇融合，为这里带来了有机质含量丰富的土壤，造化出最适宜枸杞生长的温床。娇贵的枸杞对温度也很在意，宁夏气候温柔适宜，春暖迟，夏热短，秋凉早，冬寒长，加上全年3000小时的奢华光照，更是让枸杞积累沉淀出充足的营养成分。两河为源，两山为屏，厚土为榻，阳光为浴，独特的自然之力造化出宁夏枸杞，这里天赐珍品。宁夏枸杞贵在道地。